恐龙攻击！恐龙飞弹攻击，丢！机器战士，先想要躲到哪里去？还想摸哪里人家？恐龙在叫了。他们两个可以交朋友，可以握手吗？要脚开开，一只脚前面，一只脚后面，这样。马里奥跳一跳，哇啊！跆拳道哦，哇，他的脚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像跆拳道一样。哇！地上破了一个大洞。我的新绝招，打击。哇！跆拳道踢腿，转怪人的脚，天空落脚，直击对方的大脑，砰！会。爸爸，这个机器人是女生还是男生？机器人，你觉得她是女生还是男生？男生。哇！她还跟你敬礼哦。刚刚我考你句话这样啊？但我又没有不好意思。他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？台湾人。台湾人。